中的给球也被拨掉，球在奥迪的手上，带一步之后，哎，防守球员没上来，奥迪也来一记三分，哇，因为林书豪一个回马枪给到完全 wide open 的奥迪，再来一记三分，他示范了沙汉，哦，这个在中线的球差点被张镇牙抄到，不过又来到了奥迪的手上，单节第三个三分球，哦，而且要注意。领航员第三节打了一波5-0的开局，奥迪大打小，轻松篮下放进，哦，这球就改变过，慢点高，再给基比塞进去，好球，嗯，哇，格拉汉，球再给阿米。奥迪面对博朗，身材比他稍微高一点，哦，中距离插板进，哦，两个人的低位，对方也来得相当快，林书伟在禁区的单打没有，曼尼高抓篮板再送出来，奥迪是个 wide open 的三分，哇，回敬很快。